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二轮骑士的新年，今天就找来了两位 TL500 的车主，阿俊哥 Hello， 同埋阿天哥 Hello， 大家好。咁啊，今天想问一下两位 TL 的车主啦，阿俊哥先啦。咁啊，因为你的车咧都好靓仔啊，一个绿色荧光的绿色啊，我觉得应该叫做系嘛。咁啊，你自己的手作嚟嘅，同埋我想问啦，你之前系揸啲咩车为主嘅咧？因为我自动波牌，咁所以拥有过嘅电单车都系绵羊嚟嘅。OK， 咁啊，由最上之前咧，你会系揸紧架乜嘢车嚟转呢架 T-M？ 之前我 PCX160 啦。OK， 都有。咁啊，喂 ，PCX160好新啫喎，揸咗好短时间，比较中意玩佢改佢，咁嗰架改到冇乜挑战性啦，所以就买咗。你系中意改车改一？唔系改车，快化系中意玩车。O K， 中意美个性化嘅车，因为我都记得你同我讲过，你呢架 TL500 咧外观摆咗啲自己心爱嘅嘢落去，但系个车嘅性能机器冇喐过嘅原装车。系点解你会选择架 TL500 咧？外形中意。定係佢性價比呢？當日我留意到在台灣公布依架車嘅時候，咁基本上第一眼見到佢就已經中意咗佢啦。咁、okay. 當其時就冇理過佢幾多錢。咁當然佢公布咗個售價之後，就更加喜出望外啦。咁即時就衝咗落去，就落咗訂，就買咗。OK， 咁啊，阿天啦、啊，咁你咧？你之前揸咩車噶？我之前揸單攤350嘅。係。咁啊。由單盤350轉去而家雙缸500，應該有一個幾大嘅改變啦。係啊，係啊。咁而家揸咗一段時間啦，你都有擺咗少少你自己中意嘅嘢落去啊。嗯哼。咁啊，揸咗一輪，你覺得點咧？始終單攤350係單缸，咁依部我中意佢嘅就係話三人第一部賽芒啦，同埋雙缸啦，同埋限鏈啦，咁就中意咗依部嘢，咁啊。落咗訂啦 ，OK， 咁啊揸咗一輪都好享受啦，係嘛？係啊，係啊，頭中段都好好玩嘅，因為我自己都揸過，均勻嘅，好均勻嘅。咁啊，另外就係大概搞咗幾多錢啦架車？唔問你住，阿俊答先啦。我數唔到咯，數唔到啦，貴過一部車咯。哦，即係架車咁上下嘅價錢就改咗落去啦。咁嗱，我哋都見到啦，頭尾嘅制動系統有改過啦。胎一定換咗啦，仲有啲乜嘢嘢比較特別嘅可以講一講咧？其實呢部車如果大家攞咗車之後，將來佢你問我究竟有啲乜嘢係需要去改進佢嘅，佢個鏈啦，同埋佢嗰個尾牙嗰個比例、嗰個豬仔彈弓啦，呢幾樣嘢換咗，其實架車都已經嗰個改善好大噶啦。OK， 咁啊，係啦，就係咁先。阿天咧，同埋個引擎防震嗰個工具啦，基本上依兩樣都足夠噶啦。睇下其實睇下你個人追求啲乜嘢嘅啫，係咪先？好啦，阿俊哥，頭先都講過啦，你架車就擺咗好多你自己中意啊、心愛嘅嘢落去啦。咁其實咧，如果我一個 TL500嘅車主新買咗架車，我想装一啲自己中意嘅外观嘢或者系啲喜爱嘅嘢落去，要买呢啲咁嘅配件难唔难咧？其实而家已经通过咗，因为架车都出咗一年半啦。其实淘宝上面都有好多经过佢去订购台湾翻嚟嘅件。Okay， 咁而我哋，譬如我唔经淘宝，我直接台湾订难唔难咧？其實可以嘅，不過可能個運費會因為你獨立，佢會比較偏貴嘅。O K， 咁我哋唔係賣廣告啊，唔緊要，因為我知道你哋自己 TL500有個車會㗎，係啦，咁你哋都有好多會員啦，咁遲啲我都會再同你哋會員做一個訪問，歡迎，特輯，咁就即時其實都係可以大家朋友或者係車會啊咁樣大家去幫手去，即係我哋有幸就叫做唔係合作嘅，其實。我哋有幸係通過而家佢三洋嗰一個大代理，咁香港經過佢就奧視車行啦，
就經過佢去訂好多嘢翻嚟去再去執靚佢。係美化自己架車。嗯、o、okay, k 咁啊，天好似你仲有少嘢要改落去喎。你好似話仲有啲未搞㗎係嘛？係啊係啊，例如避震啦，條避震都仲係原裝咁樣樣。OK。咁其他外表嘅始終都唔係咁中意。太過招搖咁樣樣，所以想、嗯、即係想喺一個原裝之中揾翻自己嘅個性。係啦係啦 ，OK， 即係學你話齋嗰個個性化咯。嗯 ，OK， 咁啊，再問翻頭先嗰個問題啦，嚟多次就咁就之前都問過你話頭先你架車就搞咗一架就搞一架，嗯，咁啊用咗幾多時間咧？哦，咁真係。花心機，依一年幾不停咁，不停咁未停過。O、okay. K， 我裝裝拆拆佢，我諗都幾十次咯。會唔會係即係男人嘅一啲興趣咧？呢啲係砌模型咁咯，好似係咪咧？我諗每個人都有自己嘅喜好。嗯，有啲人中意原裝車咁，咁我哋都唔係飛車，但係我哋就中意令到佢有佢自己嘅第二個生命。啊，呢、這個幾好啊！第二個生命，我中意。咁、嗯、就阿天啦、啊，頭先都講。再問翻你一次啦，你之前揸咩車話？單攤三五零啊，由單盤三五零轉咗呢架雙缸五百。係。咁揸落有咩分別咧？始終嗰個匹數大咗一倍，差唔多一倍咁滯啦。同埋如果雙騎多嘅話，會比較好力啲咯。同埋你喺一般市。即係一般嘅行程裏面啊，不論你長途又好，短途又好，你都喺嗰個駕駛樂趣裏面得到嗰個享受咯。你唔使話好似有陣時，要擰落去啊，先至踢一踢、喐一喐咁樣樣咯。即係一比佢就有反應俾。係啦，係啦，因為我記得咧，台灣嗰方面都試過呢架車嘅極速啦，都去到超過150公里。但係香港150公里超曬速啦。咁即係話俾大家聽，即係中。頭中段是很足夠使用的，加上我們還更提升了它頭段的力，我們將它的齒輪由它原裝46瓦，我們大部分都換成了48瓦、okay, 所以它起步的時候的力度就更加會比較大。 OK， 剛才你們都說過你們是由都是自動摸排、所以一路都是喜歡玩綿羊。是啊，那沒得選擇，不是喜歡。阿俊哥仲開心㗎嘛，佢由一路以嚟改好多唔同，唔係改，係玩咗好多唔同嘅美化，個人化咗好多嘅車仔。咁啊，而家揸架 TL500，咁啊更加開心啦，係咪？我好滿意啦，我真係好滿意。我應該除非要考個運波牌啦，如果唔係都應該一路都係佢。我都是喜歡你之前紫色的那個顏色，我會不停地更新我的顏色的。可以上我的 Facebook， 我今年已經第七套衣服了。哇，所以今年一個月一套的了，我不停地會更新它的顏色。是啊，玩下有時候不一定說改引擎改什麼的，改一個外觀自己心儀的顏色都，那你不是經常去運輸署？我轉了很多次了。OK， 這樣啊，多謝今次到這裡為止，大家喜歡我們的網頁就給個讚，給個 like， 多謝大家。喂，多謝你們，拜拜，多謝。